重轻后移，腰带左脚扣，左臂屈直，啊，胸前，也就捧着胸前，掌心向里，啊，转过身来以后，重心左移，提起右腿，这个脚啊摆到正膝，然后呢重心前移，左手肌右臂下放，两臂前口拉开，同时迈出左腿，左臂向上啊往外滚动，啊右掌顺势推出，哎这是第一个，这个运体穿梭一般说就叫四运了，四运就走四个斜角，现在呢第一个斜角走向呢西南角，第二个呢走路呢就是东南角，第三个呢东北角，第四个呢就是西北角了。它分走着四啊，走着四个斜角。刚才我们做了第一个，第二个重心后移，两臂落下来，做出捋的形状来，腰带环右臂扣左脚，转过身，重心左移。右臂至左臂下方，左臂向里去，提起右腿朝右侧迈出。好，它是分两步走，紧接着第二次扣脚，然后呢右臂捧起向外滚动，直头部上方，左臂呢顺势向前推出。第三个重心后移，两臂落下来，做出捋的形状来，右脚朝里扣，指向正东去，重心右移，左臂至右臂下方，右臂里屈，两臂相合，提左腿正前迈出，哎，两臂拉开，弓腿，左臂捧，右臂呢哎出掌，这是第三个了。第四个走入西北角，重心后移，哎，两臂落下来，做出你看做出了捋的形状，啊，然后紧接着转身说注意环右臂，啊，扣左脚，转过身，左臂向里去，右臂至左臂下方，迈出右腿，右臂捧起，左臂顺势推掌。他这个完了以后啊，也借篮球尾，你看这个借篮球尾啊，跟前面又有点不太一样。啊，主要是街区地方不太一样。这个呢，就是说玉女穿梭。玉女穿梭，啊，动作呢虽然是一样啊，但是它的方向角度不太完全一样。它是走了四个斜角，四个斜角啊。这个走的时候，我们注意一开始的时候啊，注意一开始的时候重心后移，它这个左臂呀、啊。这一方面扣脚啊，一方面扣脚，一方面左臂啊要捧到胸前来，这个捧着去啊，注意这么走，不要这么走啊，要什么抻肘尖啊，所以这个走就显得丰满了，哎，抻肘尖啊，空出胳肢窝，肘尖拽膀尖，拿着捧劲儿就做出来了啊，看着丰满啊，圆润啊，所以到这儿以后啊，下边走呢就打开右脚找着方向啊，然后重心前移的时候左臂往只右臂下方啊，然后呢提腿漫步着两臂啊，哎漫步的时候两臂这么给它拉开捧，这个臂还要捧，不要这么搁着啊，捧起来的这个右臂呢摆的时候应该这么走，你看它这个臂啊在这呢就是掌心朝上，这个成个倾斜度，然后推掌是这转身的时候，哎，要顺势推，它只是这么推的，所以你也准备摆好以后，这么一转身，哎，你不用故意翻手去，就顺势你就推掌了。这个捧啊，你捧圆它，捧圆它啊，朝外翻滚，直头不上滑，哎，圆圆，注意手啊，不要往里勾，啊。与你穿梭也好，你做白鹤梁翅也好啊，你比如在这儿，这个手啊不能朝里向里勾的啊，它这都是平的，这个也是都是平的，啊，做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呢就是走入了啊西南方向，啊，第二个呢叫走入东南。东南因为这个跨度比较大，啊。一下走到东南走不到，所以他这里边的时候分成两步走，当第一个完了以后，他说重心后移，
这两杯落下来的时候啊，哎，把它按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手摆的呢有点像啊，有点像你的形状。他转身第一步走的时候，环右臂，啊，这个腰带是扣左脚，啊，这个脚扣的原上起码你要扣到，啊，就是现在的方向来说要扣到正臂，哎，扣到正臂，这两臂呢相合，右臂至左啊，右臂至左臂下方，左臂里屈，啊，然后呢，两臂拉开以后啊，哎。朋友臂顺时针做掌，他是这么做出来的，做法基本上差不多啊，因为这一次扣掉扣不过来，他分两次扣的，所以你做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，这个臂呀、啊、两臂合起来以后，注意右臂如此，左臂也是如此，在转身的时候顺时针，这也是转身的时候顺时针，蓬圆嘛，啊，蓬圆嘛啊，做出稍微注意一下啊，注意它整体协调。